你可不可以明天陪妈去祭拜你继父？妈知道这有点为难你，可是毕竟她也曾经照顾我们母子啊。他喝醉酒打你，事业靠你养，他哪有照顾过我们？不要这样说，他只是那时候一时失智，遇到挫折。可是说到底，其实是妈对不起他，怎么他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是我对不起他，我是对不起不是你的错，你没有对不起他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的错。要不是我看到他打你，你知道他每次打你，我心里面有多痛吗？我真的受不了看到那个。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不要再怪你自己了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你是为了要保护我，你才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你是为了要保护我，妈，你是为了要保护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应该这么大声的，妈，对是不起。我不好，你要保护我，你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对不起。是我不好。我以后不要再提了。我对不起你，你对不起你，你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你都是要保护我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要哭，你不要哭。到了。楼下也差太多了吧？这哪一招啊？哇塞！什么？这可以看吗？可以看嘞！我以为它是假的。哇塞！哇塞！这也太复古了吧？还能用吗？大小姐。刚看过的公妈厅啊，你不能住。还有左边这间是我房间，不可以住。以后你就睡这里。这？你要我睡这？对。陈玉兰。这天啊，勉强来说有两星级的水准，住个几天应该不成问题。这是我妈的房间，一样不给住。你不要乱动我妈的东西啦！哎，这你哦？哇塞，你小时候还蛮 Q 的嘛。那这个就是我老爸咯。不知道老爸现在怎么样了，不知道现在不安全。干嘛担心他？他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当然担心他啊！你不担心他哦？我早就把他当成失踪人口，如果对他还有印象的话，应该就是照片里那样子。那太样了啦！那照片中的老爸既没有眼袋，头发还很浓密，而且眉毛粗粗的，看起来很凶哎。他是个冷漠不负责任的男人，我不想再讲到他了。干嘛？我讲错了，还是你不相信？也不是啦，可是就很难想象啊，怎么可能吧？老爸超 nice 哎，你知道吗？小时候啊，陈玉兰，没人问你，我也不想听。陈晓啊，借我点钱。你不是说你要去打工吗？所以我说借嘛，等我赚到钱就马上还你啦 ，OK？ 300块，下次印花我会记账哦。300块过三天。知道我是仙女都不用吃饭啊！不要拉倒。
你不能住，还有，在家里除了在你房间以外，穿着整齐一点。再暴露的话，我会把你赶走。 睡了没？那么早睡什么睡啊？要不要出来吃宵夜啊？我不饿。哦，那我买臭豆腐过去给你吃好了。哎，我都跟你说我不饿，你还买什么买啊？反正你怎么吃都吃不胖啊。陈晓，我又是哪一边的胖子？你要给我负全责，我告诉你。好啊。 只要不是叫我娶你，要我怎么负责都可以。好啊，那万一以后真的没有人敢娶我的话，你也不准结婚哦，怎么样？